据可靠消息指出，我们家附近有好吃的黑轮米血。重点是我既然不知道，走，我们去找找。前面就是交流道了呢，我要走上去吗？啊，算了，你得到了。我说朋友看一下，看这家听说很好吃的阿雪黑轮到底在哪里？啊，算了。这交流道啊，86的交流，你忙下进去哦，晓得，进去。阿雪，阿雪，哎，再往前一块哦，再下一个，他几家？你看我，你家宝啊？哎，他几家？你看他几家？行，你拢是叫他。该去钓边，安尼唔我刚有跟朋友确认过了，就是在附近而已，在桥下。不过听说他们已经移到桥边去了，路边啦，移到路边去了。我们再找找看。哎，底下来买菜啊，门口一下鬼。哎，下次得下嘞，下次得下嘞，底下。谢谢。好。吃完阿雪出来了，对啊，这边就是86的桥下。一开始我听到这家店是人家介绍给我的，特别是我搬来这边附近之后，有人跟我说，哎，他离我家很近，大概就是3分钟。可是3分钟这个，因为他这个桥下有时候了不起，我们开车就是往桥上去了，不会到桥下这边附近来走。你看这边其实也没什么住家，也没什么住家，都是大货车在走。可是你刚刚看到里面真的是人潮很多，这个时间还好，听说大概到4、5点，一般5点多，很多
公司行号啦，或者是这边附近的工厂下班，就会很多人来这边买。那其实吼，伫台南，咱若食这个物件，拢差不多下晡三四点吃，除非你要做暗顿，无你啊三四点吃，吃起来吼，直接巴肚枵，下暗顿又搁吃嘛。无你啊上晚吃吼，等于下暗都吃袂了，对哦，你无咩啊？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蛮好吃的，真的离我家很近哈、啊。其实真的不远，大概骑摩托车三分钟就会到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观光客啦，大概就是在地人，连我们在地人也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地方哈、哦。那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、哦、其实如果在台南呐、啊，这种 OLM 米粉其实有很多家哈、哦，包括比较市中心那边的啊，旗鼓巷、阿辉呀、啊，哎，哦啊啊阿琼啊、阿红啊、阿醉啊之类的很多哦。那阿辉，我们以前就是比较常吃，因为我们比较以前的旧家在靠东区那一边。那这边的话，搬到仁德之后，第一次体验到这一家，蛮好吃的，蛮在地的。来，到底行啊来家怎样来欧连米会？如果你有经过八六，刚好在仁德交流道，这边是仁德交流道吧？那你再找找看。在桥下，你不要上桥，上桥就到你的堆，你要上桥就堆家庭下去啊，所以你要堆桥卡的来，阿得来找看卖，甲问一下吼，你看哦，阿开超阿波边阿侪人，有一个聊啊，阿开的是阿雪的黑轮米雪，好吃，你来试试看，拜拜。下面的车那个米家，加搞完了，搞完，搞完。